你要的东西在这儿，早点把东西交出来，不就没事了？那我们的图纸呢？先把东西给我看看，看完了，自然会把你们的东西还给你们。 收队。
我们可是过命的交情，我的那份调令批下来了没有？是，我知道这很难。你看看现在的形势，眼瞅着人家就要渡江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哎呦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知道共产党最恨什么吗？ 最恨的就是我们保密局的人，真的让他们抓住了，我能有活路吗？啊，对，只要能够去台湾，我什么职务都行。好，我等待你的消息。 进来。 站长，有事吗？这是战后潜伏计划的具体方案，请您过目。双菊啊，你这是让我犯错误啊！潜伏计划事关重大，除了相关责任人之外，任何一个人不允许过目打听询问，否则军法处置。所以，关于这份潜伏计划，你一个字都不要给我提。 直接向总部汇报。站长，我还有一件事情。你说吧。我怀疑潜伏在咱们站内的内鬼是夏玉柱。不会吧？如果是夏玉柱，他儿子就不会刺杀他了。 共党的潜伏人员都是单线联系的，和平不了解夏玉竹的真实身份也在情理之中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是夏玉竹呢？夏玉竹受伤这几个月，共产党的电波一直处于静默状态，但最近他们又恢复了。这几个月，我将之前所有截获的电文进行了比对，分析出一些编码规律。 这本是常用字的密码本，可以基本了解他们的发报内容。只要我们破获他们的密码，我就可以利用电台揭穿夏玉竹。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的话，我会让矛头在下面的橱窗内。 挂上一张个性白光的海报，你如果看到了，就到这里来。师傅，停车。小姐，还没到理发店呢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要买点东西，谢谢你啊。 这段时间我要去一趟厦门，去厦门。我听说焦总的人已经前往厦门去开会了，他们一定是有下一步的军事计划，所以我建议二厅也调一些人前往厦门，好在最后撤退的时候呢，方便前往台湾。顺便，我也可以打探一下国民党下面的意图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少则半个月吧，多则一两个月。这段时间我不在，上面可能会有新的指示。 到时候你就到备用的联络点去接收。好，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，记得找毛头帮忙。我已经把大中城市和长江流域的爆破图交给组织了，渡江指日可待啊。孙天普那边有没有什么动向？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往台湾跑，孙天普早就不管寨里的事情了。倒是最近双菊神神秘秘的。 我想，潜伏计划应该就在他手里。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搞到潜伏名单的。嗯。你自己在厦门，要多小心啊。你放心吧，搞不好等我们回来的时候，上海就已经解放了。到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再也不用分开。
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。我知道，但是我现在反悔了。你反悔什么了？我现在已经不满足两个人心在一起了。我要每一天一觉醒来，一睁眼看到的就是你。我要你时时刻刻在我身边。那这样不就成了连体人了？连体人没什么不好啊，我要的就是那种两个人合二为一的感觉。我追求的就是这种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 你都多大人了，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？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先走了，耽搁太久让人起疑。我等你回来，照顾好自己，你先走。 夏小姐，前面唱片给错了。你试镜室的机器坏了，应该找人修一修了。对不起，夏小姐，我等会儿就去看一下。您可以随便再挑一张，不收您钱。你怎么在这儿？ 夏小姐真的好有雅兴啊！找了你许久，听说你是这家唱片店的熟客。你监视我？当然不是监视，我现在是国防部军法处的副处长。有人匿名举报夏小姐有瞒私产之嫌，我是过来例行问个话。有瞒私产？陈德道，你少在这栽赃陷害啊！匿名举报，按照规矩。 出去把门带上。好的。嗯。也不知道夏小姐什么口味，就随便点了一点，家常便饭。别跟我客气。军法处的例行问话现在都这待遇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谁还有空例行问话？那封匿名信，我帮你压下来了。放心吧。 他们家卤鸽特别好吃，吃。行了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你跟我太见外了。你我这么多年交情，请你吃个饭，不应该吗？来。 听说他们共匪马上要过江了，不对，咱们共军马上要过江了。陈德道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谁跟你咱们共军？妹妹，哥哥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现在啊是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。 你跟哥说句实话，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？你要是共产党，我不会逮捕你，我会把你当菩萨一样供着。陈德道，这刚开始喝就喝醉了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国民党不行了，以后的天下改姓共了。哎，你看看现在，大半个中国被共产党给拿下了，现在当兵的。 那是怀着上刑场的心情去上战场。以前是我们追着他们打，现在是人家追着我们打，而且是越打胃口越大，吃个个把个的军已经满足不了了。
共产党那可是几个整编师的收啊。我呢，没有那么多人，但是我手底下也有100口的人。所以你要是有门路，就帮我给共产党带个话，我陈德道愿意投诚。陈德道，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你这是明目张胆的背叛党国啊！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要是让你们处长听到了，你还有命活吗？你不怕我检举你通共啊？不投诚，才没有活路。况且，蒋介石已经下台了，你见过一国三公的政权吗？我他妈早就说过，蒋介石他妈只懂骂娘，不懂革命，没有前途。我呢，不认识什么共产党，这个忙我是帮不了你了。哎呀呀，我的妹妹，我的亲妹妹，这个忙你得帮哥哥我呀。你原来的男人可是任志远啊，怎么说也是共产党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是他的遗孀，怎么可能谁都不认识呢？是吧？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？我早就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再想想，我懂。如果有可能，你和那边联系上了，一定要表达我的诚意。我在当上海经济警察大队队长的时候，我掌握了不少的财富。如果他们进城，我可以奉献一部分，我是很有诚意的。我的财富，这个包间明明是我的，足以。确实是他们先预定的，先生。把你们经理叫过来。哟，这么巧啊！肖巡查员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约朋友来这里吃饭呢。啊，夏专员也在。是啊，陈副处长约我来聊聊工作的事儿。我们就是聊聊工作。陈副处长，会享受啊啊！聊什么呢？聊得这么尽兴。那既然大家都认识，坐，夏专员啊，那我们一起啊，一起，坐坐坐。其实啊，也没聊什么，就是和夏专员聊一聊防止共党南下的计划。哎呦，这陈副处长现在聊的都是蒋委员长开操心的事儿。为委员长分忧嘛。我相信，只要有蒋委员长和伟大的三民主义在，共产党绝对不会轻易获胜的。这么说，陈副处长还是一个三民主义坚定的追随者了。也不能这么说，我就是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。我评价陈副处长，就四个字：胸怀大义。我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不是为了我个人，现在就想着什么撤退。我既然登上了国民党这艘即将下沉的大船，我一定不会去找任何出路。船沉，雨沉。陈副处长果然是党国的栋梁啊！肖巡查员，下次你去南京开国防部例会的时候，一定要把陈副处长的想法好好的在会上说一说。对了，我们现在就在制定战后的计划，我觉得你可以参与进来。是是是是是，党国培养我这么多年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咱们绝对不能掉链子。古话说得好，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说得好，为了这艘大船。干了，来。小姐，双菊，你先上去吧。长发发来电报，他和和平已经到乡下安顿好了。双菊，和平的事情，你跟长发费心了。我其实没做什么，都是长发。和平和他很聊得来，小姐要是想和平了，可以去看看他们。嗯，
等仗打完了，你带着重生，我们一起去找他们。好。我要去趟邮局，托人从香港寄了些日用品回来，现在上海什么都买不到，回头我给你拿一些过去。谢谢小姐。那我走了啊。北方二号首长于三日后抵沪，全面接管地下工作。为解放上海做准备，请务必于当日六点到永泰茶楼会面。单委员，站长正找您呢，让您立刻去会议室开会。好，知道了。两边我已经打好招呼，在我们转运物资的。雨春来了。站长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陈副处长这次来是商量转运物资的事儿，眼瞅着共产党就要入城了。囤积在上海的重要物资还有不少，上面的意思是趁着共产党入城之前能转多少就转多少，这件事由你和陈副处长来完成。其实也不需要下专员做什么，就是起一个监督的作用。这批物资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要是留给共产党也是一大笔财富。毕竟上海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，命脉要是断了，想要重建难喽。是啊，我跟陈副处长正商量这事儿呢，如果真的运不走，那也不能留给共产党，到时候就地摧毁，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。进来。站长。什么事儿？在永泰茶楼附近发现可疑共党分子，我正打算带人前去逮捕。不要急着逮捕，看好那个人，看他们要干什么。是。还有，你让老庞把那个永泰茶楼控制起来，换上我们的人。是。永泰茶楼有危险，即刻取消与二号首长的会面。蔷薇，抓紧会议。站长，在永泰茶楼附近发现可疑共党分子，我正打算带人前去逮捕。夏雨竹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，隐隐的觉得有些不对头。永泰茶楼是与二号首长见面的地点，而恰恰在这个地点出现了可疑分子，这会是巧合吗？还有，别让老庞把那个永泰茶楼控制起来，换上我们的人。
没想到夏雨珠真的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中共卧底，立即对夏雨珠实施抓捕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亲自去抓。是。 你好，永泰长虹。你好，找个行动队老庞。什么行动队啊？打错了吧？老庞不在吗？哎，你等一下啊！哎，这儿有姓庞的先生吗？啊，对不起啊，这儿没有姓庞的。谢谢。 对方相安无事，照常营业的回答，让夏雨竹明白了一切。这是顾双菊和孙站长专门设的局，自己已经彻底暴露了。孙站长应该已经下达了抓捕的命令。夏雨竹思索着对策，现在撤退还来得及，但真的要就此收手吗？绝对不行。 君浩交代的获取保密局潜伏计划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但是留下来如何能够撇清嫌疑，转危为安呢？夏雨竹陷入了沉思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心中渐渐成型。 喂，是我。队长，没人。仔细搜。是。 把他带回去。凭什么？夏雨竹，你涉嫌通共，站长命令带回站里问话。夏专员，请吧。这是重生的药，别忘了带回去。
站长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你发的吧？不是。夏玉竹，都什么时候了，铁证面前你都要抵赖。那我问你，刚才开完会你去哪儿了？广慈医院取药。站里就有医务室，用什么药要到广慈医院去？我是去取重生的药。药呢？问顾双菊。夏雨竹，永泰茶楼你应该不陌生吧？在会议室，当我说到永泰茶楼有可疑共党分子的时候，你坐立不安了，因为你知道永泰茶楼是你们跟北方二号首长接头的地方。为了不让你们的二号首长暴露，会后你只身去往联络站，而后为了掩盖你自己的行踪，转道去了广慈医院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可你并不知道的是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二号首长。事到如今，我希望你能说实话。顾双菊，你这是栽赃陷害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北方二号首长，也不知道这份电文是怎么回事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再争论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只要你实话实说，我不会为难你。对你，对大家，都有好处。如果我要是不承认你这些莫须有的话，那顾队长的意思是要对我用刑了。雨竹，我一直对你很器重，但是你今天的行为令我很失望。我并不想为难你，如果你还执迷不悟，那我就没有办法。再这么审下去，他是不会开口的。用刑吗？真要用刑？怎么，心软了？夏雨竹这是咎由自取，我也不想对他用刑。你看他那态度，显然是想顽抗到底。怎么犹豫了？这可不是你的风格。这些年你不是一直被夏雨竹压得抬不起头来吗？你现在的机会来了。如果夏雨竹承认他就是蔷薇，你可为我们保密局立下了大功，南京方面会嘉奖你的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快去吧。天亮之前给我拿到口供。一直以来，顾双菊的内心都很纠结。一方面，他拼命地想要戳穿夏雨竹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很怕夏雨竹真的被揭穿。你现在说还来得及。说不说？我没什么好说的。
说还是不说？你还要我告诉你多少遍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队长，共党这个电文又出现了，他们提出要与二号首长见面。是什么时候发的？刚刚发的。再向那个频率发报，明日下午四时，城隍庙春雨小食店二层包间。是陈德道。陈德道，寂寞沧桑的月，爬过漫长的夜。
是怎么回味，埋葬好过崩溃。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，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，爱是那么绝对，没有一丝后悔。花瓣布满晶莹泪水，爱是那么绝对，没有一丝后悔。Thank you.